哎，小美，你在干啥呢？熨衣服呀。这东西还能熨衣服？那可不，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儿。你跟我玩，跟我玩。别，我就玩一会儿，我就玩一会儿。哎，慢点儿啊。哎，这东西好玩啊。哎呀，哎呀，烫，烫啊！烫吗？烫，那就烫。哎呀，小心点儿。这还烫手啊？各位同学，今天就是咱们学校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啊，大家一定要积极参加，晒出咱们的风采。小美同学，参加咱们学校的跳高比赛。收到。阿刁，你的项目是短跑。二平。好。你的项目是长跑。好的。
大家一定要加油，努力，努力，只能拿第一。听见没有？听到了。赛好了，今天晚上老师请大家吃大螃蟹。哎呦！好了，第一组跳高比赛，小美上场吧。收到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跳过去了，跳过去，看到没？哦，第一名，第一名！哇、啊！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我得了第一名！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嗯，不错。接下来是短跑，阿娇上场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再快点，再快点！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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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又是第一！哎呀！哎呀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哇、哦、哇，该我了吧，老师？好吧，接下来最后就是二平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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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用力小跑，加油加油！第一名，哈哈哈哈，六年级二零班，六年级二零班参加长跑的这个二零班，因为作弊取消第一名资格，被作弊取消第一名资格，来跑了，带着这个吧。二平啊，你说说你，一天净耍这些小聪明，投机取巧怎么都是你？回去做作业吧。看什么？回吧！哎呀，都怪二品！二品，这大螃蟹也没得吃的。干嘛要问我的成绩？什么呀，大惊小怪的叫！把我往绝路上逼吗？今天就给你治。